大家都知道我家金子银子的关系不太好，每天不是在吵架就是在打架。打架的原因很简单，谁也不服输，谁也不认输。当然今天也不例外，又在因为一个玩具互相示威。啊，这样不对吗？有什么办法撮合一下？我有办法，交给我吧。我带他们俩出去一趟。想要彻底改善他们的关系，就得找点他们都怕的东西才行。